尊敬的校园大家午安吼，真欢喜甲大家熟悉，啊，中间老师老师啦吼，迄种应该是我的后辈，对伊拢来吼，诚热心。啊，咱办这边的这个第五届吼，法律变卦人吼，啊，我每一遍拢想邀请，讲叫我来演讲我的专门的题目，宗教史方面。啊，即回吼，我甲即个咱负责教会过牧师哦，伊即摆出国，啊，伊讲爱我讲一寡即个祭奠寺庙祭奠的社会功能。当然，我有一篇文章啦，因为来不及吼，伊讲出国去嘛无用，就应该爱互伊。咱知影台湾人的生活态度，甲伊观念中的价值观。拢受咱传统信仰的影响，足大足大。啊，过去因为我是读宗教史的，是那一家二十五档的册，十三年前退休，啊，十三多年前，啊，退休了就是辅仁大学，就是继续教宗教史的科目，啊，辅仁公派，目前伫咱中研大学，就是咱叫中教会所属下的一个大学，中研大学是辅仁的。啊，台湾研究所比较做客的教授，我就每拜日拢爱去。所以我的专业就是宗教，其他我对政治啊，我较唔捌。对有关宗教方面，甲咱台湾人心态的问题，咱听了若有甚物问题啊，是疑问，甚物款宗教拢袂要紧哈，尽量提出疑问，我拢啊知影，即较甲咱回答。啊，真欢喜大家真疼台湾吼，伊伫台湾啊来伫努力。啊，当然，阮做一个驾车啦，我也是台湾教学协会上早期的会员，啊，即嘛，啊，也是台湾北社的社员吼，也是台湾社的吼，所以这两个社你就知影讲，咱是主张哦本土吼，台湾本土优先，啊，对抗这个外来政权国民党，啊，所以恁伫遮算是大家拢是同志。啊，我得先来予咱知影，因为这个宗教变革方面太大太大。我的专业是宗教史，还是宗教学？我咧在民间信仰，咧过无久，可能敢若捌这项咧，吼，所以一直指点我来讲这个题目。啊，但袂要紧，因为伫台湾的社会影响咱的生活态度、价值观咧，就是这个宗教影响。啊，这个宗教影响，我伫顶回第二届用一篇文章。宗教信仰甲台湾建国，吼都讲，我唔知咱中间学员有做记录应该吼，啊，在会当去一个过目书，伊会等海外人去看到我所讲是啥物。啊，我直接有批评这个三民主义，因为台湾人第大，三民主义因为伊是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，吼 ，ideology， political ideology。包括即卖现代人最困扰的生活，是活伫一个意识形态绝对化。啊，这个意识形态绝对化，甲变作一种的信仰，哦，处伫这个里头里的宗教性。啊，这个宗教性上不幸的就是，政治政党的内面，这个宗教性的主义性的物件，哦，煞变作一党专政的经济。你若无入这个党的党员，你袂当。啊，做这个高级，高级的主管，所以三民主义教，我合作三民主义教。啊，中国那边是共产教，你若不是共产教一个党员，啊，你无在甲人做遐主管。啊，台湾其实吼，台湾的这个政治现象，啊，就是殖民政府对待被殖民的人的一个六十几年来讲安尼是。啊，咱互日本人管五十年，我读过两年的日本的小学，一年的日本时代幼儿园，但是第二年就走公职。我对日本政府的印象，甲日本老师印象足深。咱遮就伊教授几回学弟生吼，咱坐伫遮，哦，伊足厉害，哈哈，迄个皇帝铁骨拢了了，啊，其他的这个明治时代真要紧的，伊拢会记，这是一个话变成，就是讲吼。哦，中国人管哦，足不灵。所以你我若讲你是中国人哦，咱就是头壳无清楚，咱爱讲咱是台湾人较对。因为台湾人有受过五十年日本教育熏陶，好加在日本管理台湾是用迄个明治医生足先进，哦足先进的迄个西方的科技来经营台湾。
啊，所以算讲是十年地中间上乾坤，吼、哦、上坤乾坤的地势，对啦。但是中国人来到这，因为的水准比咱较低，啊，咱秀才都是本家甲变秀才，啊，阿斗甲咱管，所以问题拢出现遮。二八事件就是一个台湾的精英代表了，吼、哦，迄就是讲要爱互恁有台湾的这 elite 这精英嘛，啊，用国民政策比较继续统治安好，吼、哦，比较好管。啊、所以这件历史事件吼，啊，咱咧讲下面，但是历史是历史本身是事实，这袂当挂刷。历史本身袂使下面，人甲人的中间袂使下面，所以咱呾接待迄个多元种族的朋友，啊，这是绝对无毋对，咱会当认同这项。啊，所以到今仔这位置哦，公务员恁有注意到无？公务员。本公教人员，那用这个我所办的宗教书，哦，迄、那个时代，哦，古巴比伦、古埃及，还是古罗马、古希腊，就是自由民，甲这个注定国民的关系。自由民就是战胜者，咱咱希腊，我卖讲上讲上近的这个中东世界，希腊是一个城邦，可能都城邦、雅典城邦、斯巴达城邦。哦，一是城邦国，海洋系列甲陆地系列啊，组成啊真侪城邦，啊伊若赢啊，伊若得胜，啊这城邦比统治的人就变作主权国民啦，啊统治者就变作自由民啦。啊，即款台湾就是即款型啊，自由民就是国民党外来遐军工搞进来，啊甲做中国奴的台湾人。我甲恁讲吼，中国人伫台湾不断急挂移民。未超过15%人口，台湾人有85%人口。啊，今仔日建选举拢输，就是有一挂中国路的台湾人要听一下输。后来讲到这时，那像我无咧讲宗教，伊是牵倒转来，就是上要紧的国民党利用上彻底，伊一个宗教组织就是国地庙。所以这个庙的宗教功能，伊那原始，伊清朝时代，咱知影这个台湾民间信仰的奠基。是伫清朝时代，哦，清朝时代。不过，若对历史观来看，这个民间信仰的庙宇啊，非常要紧哦。哦，这个庙宇，伫清朝时代起好了后，就将做迄个地区的政治中心、教育中心，无学校嘛，庙内迄拢书额啊，伫遐吼，甚至连咧教，也是经济中心，庙口拢在遮，拢是。在中山市现在有变的山东无人买，原来中山市的周围啊，哦，那拢总是菜市场买的所在。啊，所以对于现在国民党这五百字阁无卫生的台北街段医馆，甲你变一个啥无生理，怎去看？哦，那自然那好，伊安尼恶变变，啊，所以这是一个事实。啊，所以咱是活在六十六年来是活在以市民的主定国民，除非你是领18%的人。我是无啦，我拢伫私立学校教书，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十分真明的改变，啊，就是因为有这款的改革的分量，所以选举变选举变输，哦、啊，就是因为伊拢有调高嘛，军工教人员的部分，我代教的时阵吼，啊，甲一寡朋友咧讨论讲奇怪咧，迄关注民哦，那足侪人信天主教，啊，信耶稣的人吼，啊，那你选举拢挺国民党。后来分析起来较知影，因为台湾原住民啊，因急欲要进入文明的社会，战后因靠机会哦，啊，所以原住民什么款职业伊拢爱，原来进入边地，甲边地人边起边做的职业伊拢爱。上简单的就是做警察，考入去做警察，过来做老师，迄就不得了啊，哦，迄就社会领袖啊，过来咧做军人哦，做军人警察。老师，你的国小教员啊，中学的教员，过来做晚营的这个渔民，抓落去嘞，啊，查某的，这无头路，只有是出面领教，你趁钱上紧啊，哦，会当真水啊，装水水，甲本地人边起边做啊，后来上吃力就是这四款的改革，做军人，做老师，做警察，做这个晚营渔民，再一旦脑衰竭时，钱拢甲供落去，啊，因就倒转去，因的社，
啊，头发光啊，袂干净安尼，拖拉拄安尼，再几担烧酒互伊啉，摕一寡钱互伊烟哦，啊，几个票拢完蛋，连牧师都对了，阮才一个牧师尔，牧师嘛，国民党免收伊啊，这原住民的经营，见算见输，就是有这款钱，就是有这原住民的军人的影响。原住民的老师用恶小学的影响，哦，原住民的公务员的影响，警察的影响，哦，是受原住民这个以政府机关吃头的原住民的影响，拢无大啊，拢无大啊。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问题。阮一个因为新南的教员哦，这国民党足厉害，这个国立东华大学是华人一个为了原住民设的哈。一个读西南院的哦，原来是学位不咧承认的哦，可以做院长。冬春花，你捌听的哦，冬春花，哦，台湾做的。啊，伫遐安尼，当中利用啊，冬春花，我大啊，这咱的青年人去做兵，就加入国民党，这是无可厚非。但是挑出来就好啊，卖差别啊，哦，大家反正有加入国民党的经验，不过我敢讲我。我对开始拢真清白，你叫我加入国民党，我是耶稣党。娘子的完来催我，我是耶稣党，我娘也是耶稣党。蒋总统是耶稣党，吼，讲着蒋总统的例证呢，我也是耶稣党，所以阮感觉哩，袂使搁加入，比较加国民党。安尼一句话，我拢唔敢叫我加入国民党，安尼怎啊无？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伫咱的社会在发生，后来。庙宇足吃力，庙宇拢也毋是乌头讲者，就是政治的角头讲者。你要选做市议员、官议员，乌头票白，庙即摆吼拢乌头角头咧讲者啊。我卖讲伤远，讲一个上有影响力的一间庙，大甲镇安宫的妈祖，啥物人咧讲者？有。伊阁是无党无派哦，但是其实是国民党的眼睛表。哦，因为我捌写一篇文章，伫东海大学咧兼课时，批评这个大甲妈祖安尼提钱去中国进香弘扬，弘告呢？我甲这个台湾日报、印度日报也袂关门弘告，啊，我嘛唔知弘告，也无叫我去啦。咁不起诉朱文书，寄到东海大学给我。我讲，我咧接公文啊。红玉不是东海大学，伊个附近大学，两间我拢有讲过，加去附近大学，啊，我红玉阁举手之分，安尼就是有感情了。我批评伊不应该从台湾的妈祖，一个比中国更加大的妈祖，啊，去湄洲的细细间的妈祖庙，去遐提钱去共起，起甲水水水，啊，去遐进香，这真无应该。啊！你敢那对历史上来看，你敢知台湾的妈祖，我咱讲真讲着话，是比中国妈祖较大。咱会记1683年，天朝，和这个地仙公，原来是海贼囝，啊是中国人甲日本人的爱诺国，伊那加萨基的人啊，伊一个小弟叫做七座鬼门啊，咱较唔捌，伊是要一个小弟，伊。实在是走无路，才走来台湾。伫台湾10个月就病死啊！哦，到伊个囝伫遮，伊个孙伫遮，统治台湾煎熬22年啊！哦，伊是不凡人。后来伊一个官将叫做史王，哦，原来地仙公的这个这个一部下哦，伊投降清朝，因为甲地仙公的囝地点无好，啊，投降清朝，啊，退清朝。啊！来立功就是带这个，不是什么海军，不是什么战舰啦，是一大堆的这个西洋人讲因在开的船啊，叫做 junk boat 啦，吼，终极船，哦，迄帆船，迄款的船，啊，几啊百只，啊来为台湾，为荷兰人，不是一直上了哦，至少为10个月，哦，你这个。过牧师有咧讲台湾史啦，应该讲一段历史互恁听。啊，为甲荷兰人讲无安尼在讲好啦。你若爱这块土地，哦，马拉利亚是大堆，吉布斯是大堆，科雷拉也有，哦，
好啦，让你，让你，就是阮的公园赵文瓜，上阮的正南开灯来把到位啊！第十方同意安尼即个啊，所以迄个时使用有功，赵恰前功，功好，我操，足济将将都好，军力足够，为荷兰有先例啊，马祖地呢？乌水沟真歹空啊！啊，阮的军队会当对平湖啊来到台湾，这马祖比，这条马祖足连足强，比中国的较连较强。哎，啊，甲铁公，迄个时台湾马祖受拓荒者烽火劫。以这个历史以前，中国马祖包括澳门这个名是马祖劫的名，马金顿。来波多加路的叫马考马金顿，啊，有一个用马祖庙做地方名，就是平湖的马公。这个马公是日本人号的，原来叫马祖金，马金，日本人叫做马考，也是对安尼来。啊，所以台湾的马祖比中国马祖搁较大，因为伊个一根 crown 哦，一根冠就是这个烽火号。诶，中国马祖无，我为着要证明这件事，因为我伫台湾学士，就是已经开始读宗教学，后来有一个机会三年去香港中文大学做宗教研究的事，第一个就是去证明到底九龙啊、甲凤冈西迄边的马祖庙的马祖地什么无啊？我看一个马上变啊，马上知影讲好，拢天灰牛牛啦，不是天上圣母哦。天灰牛牛，地牛牛无，啊！我无去马口，无去澳门看。我相信澳门的马祖也是地牛牛无啦，无地的风火。所以即摆中国马祖闹地的秋秋的吼，秋秋迄款风火无，迄是眼睛叫假搞个，贴钱去贴机票。迄个关系吼，关系开放的时，关系的泉州马祖庙上我拢有的，拜托人去翕，对的。我唔爱去，都无爱去的吼。我拢会当见面一件事，不过即嘛是真水，所以宗教甲政治拢总结合，拢总结合。哦，利用政治甲宗教化，第三民主义教；利用孔子迄个儒教甲宗教化，就是假不会讲是教师制，教师制咧变啥？你做孔子啊？啊，做孔子用什么先例？台湾人咧唔敢用个牛伊嘛用啊，牛羊猪啊。啊，这公主的这是头什么人？啊，首都是总统啊，是李登辉啊，是严家核干啊，是蒋经国啊，是蒋介石啊。啊，若唔出门，就叫内政部长去代表。啊，县市的马祖庙，啊，台湾差不多将近十间，就是县长、市长。因所有的这点的费用，咱会算清楚。不管你信什么教，包括基督徒，嘛要出钱来负担这公主去公主庙医护。诶，这个钱拢从刷落去，伊咧做戏跳迄个八义舞吼，八义舞，啊八义舞拢学生仔咧跳，吼用公款咧，无应该做诶，伊嘛安尼想做。所以咱咧最近饲一个大贤、智贤、贤师、王叔官、孔德贤，即嘛死啊，吼我到伊孙啊，伊咧做。我若总共是领部长级诶薪，诶薪水阁毋是咧领。领院长级的薪水，啊，即款的制度，就是利用宗教、国家宗教控制人民的思想、行为。啊，所以咱的学校拢挂儒家的教条，挂四字，啊，挂八字，礼义廉耻的儒家的思想嘛。啊，若讲儒家思想教咱的子弟教会好吼，大家拢有义，吼，有礼，有廉，有耻。连中国官也是同款，结果到即摆咱所看的中国官，大家都歪歌，啊，拢无做啦吼，无礼、无义、无廉、无耻，可见一个国家儒教的物件袂用。刷落去八德，中华人类四条命，第一字就已经无下世代潮流啦。民族国家咧讲责任，讲 responsibility， 唔是讲 loyal。对，哪会当用？是源自皇帝虚位的国家，
像讲英国，这嘛是基督教讲的，弗朗威尔去入去国会，伊甲病，皇帝以为下院总理就算了。恁读历史，恁就知影。啊，北欧有哪对人是做？伊这个以外，袂当用，是老幺，袂当用。用民主国家就讲责任公民，啊，责任政府，因为人民是政府的头家呢。啊，政府对中共以下五百官是咱的税金所请的公仆呢，公仆做好就甲死尽嘛。这款的观念咱未晓，未晓。啊，所以用这套国家主教来咧制造一寡乖乖巧的顺民，啊，利用孔子庙做一个教育机构，啊，伫遐咧做去，哦，对中共以下对内政部长伫遐咧做制典官，利用学生咧跳八一舞。我这寺庙功能，这建筑功能，你才得上名啊，吼，啊，就造出来。啊，你甲恁教，一寡聪明的台湾囡仔，拢教到变阿斗，教到变草包，就当时才会当头壳会开，就去外国做比较，去读书，去留学，才知讲哦，我方便怎样，大概是安尼想。这拢总是事实，所以台湾的民主化的阻碍，是国家。用孔子庙，用一个祭官、大神、祭祖、先师、皇祖官，去甲咱骂住。我无反对人去拜孔子，你民间家己去创就好嘛。伊用咱的税金咧做这道，是真无理、真无公道。啊，即卖要继续，要继续。哦，这就是迄个讲到庙宇的功能，国家庙宇的孔子庙影响台湾看法，对吧？哎，咱这个民主意识是足大的阻碍。啊，三民主义到。哦，迄袂好袂滴，大家若去做兵，恁有即款个经验。做兵就爱奉行五款个宗旨，头号主义领袖国家责任义务。国家责任义务是日本个即个维吉尼亚个军校，甲西点军校因共同个一个口号。做一个军人，国家责任第一，义务第一。但是吼，伊共加独裁国家共加两项，主义，民主国家哪有可能用主义来作对嘛？主义一百年前有路用，一百年后迄个主义迄个思想都拢破风去啊！迄连中国共产党、迄美国安尼，美国的政策实是足厉害，为着要让伊无共产，共产是善良人的福音嘛，让伊大家拢个体户，拢有其他烟，要更加开放。各行都免税，互你趁钱，趁到你也趁，我也常常变主师。即摆共产无落来啊，敢若剩迄套，迄套像马英九即款的，袂是讲无政府，敢若剩安尼尔，你继续压制人民，有半通做，同胞就管同胞嘛，用即套，我都通去共产，真厉害。所以即个问题吼，咱拢爱去思考，三民主义到。甲即慢慢伫宪法内面，所以宪法哦，即套宪法也无改，在完全用台湾本土的宪法，才是永远咧甲咱麻醉咱的主题啊，麻醉甲咱拢知。啊，即个以外，就是国家宗教咧甲咱麻醉。台湾将近十间的公主庙，啊，所以还佫有无？有哦，台湾人，各所在都有神明伫拜，啊，土地公的势力第一大。因土地公人口，诶，信口比台湾人口较侪，初二十拜土地公，吼，啊，无啊，布边拢有一身土地公，反正你若破土，也来拜四大人，一定拜一身土地公。啊，土地公佫一个无，叫土地婆，啊，一个土地公就等于两个啊。啊，厝诶，土地公叫做地基主，啊，王诶，土地公叫做保土，反正伊是王后诶后，是保后诶后啦。啊，台湾人都乌白变到后来变保土。那照这个古典的理解，风天配火土，迄个火土偌大，这比天较大，像拢简单些，变做迄个风火火火土，这是错误。啊，说说这间庙，这是一个简单的详细。这间庙的土地公，啊，土地公的顶面的石块，那是皇帝给，啊，引用一个简单的，在把个这个带到公庙。就是讲叫做保仙大帝，保仙大帝内面的土地公就变作法官，
伊所住的无啊，按分庙，就是建主公，人讲建主公，建主，就是典范的演变，典范的事件。所以土地公的概念足济，你无去注意着嘛？哦，大家人皇帝建新陵的内面的土地公，所对比的迄文化的无，就是建主公，建主。啊，所以土地公的信号有够济，但人甲土地公。真有感情，其实不是土地公，是台湾人甲土地做有感情。啊，你咧甲土地有感情，就做制作一个神来拜。啊，这拢是互咱看到。啊，我唔是批评讲台湾人去拜传统的宗教无好，因为真侪宗教你若要去人性皈依，足困难的呢。包括佛教啦、基督教，迄真侪教义呢，哦，伊斯兰教真侪教义要求，一般无读侪人就无法度通化咯。尊讲伊信。啊，无一定知影伊个教义是啥物，啊，所以呢，一旦互伊求平安、天公收的伊个信，所以即款个宗教信是无可否认。问题是，有人讲宗教拢咧劝善，我甲恁讲，宗教无拄咧劝善哦。宗教是害死人的，我若对宗教做立场来看，哦，当然每一款个无共款个宗教是拢有伊个即个文化背景。印度文化三千印度教、锡克教。伊那教佛教，啊，即个宗教一背后有一个社会阶级，族名四宗是 Brahmin、Kshatriya、Vaishya、Shudra， 啊，波纹族就是宗教领袖一族，啊 ，Kshatriya 就是即王公贵族，啊，土地拢足济，过来 Vaishya 就是农工商族，这三族叫做在贤族。下面这族的族之上，叫做一仙族、罗勒族、苏德勒，啊，还有个罗勒族以外的族，我为着要印证到底这个印度人的这个社会终身阶级还有无，我去印度印巴去一遍，虽然简单无几日，正礼拜，不过感受足深。我问印度的导游，讲奇怪啊。游览车所看见遮尔济青翠的土地，哪会拢无人咧种？是你印度人足贫寒啊，毋是？后来去到这个都市，不管是 Jaipur， 不管是 Agra， 不管是 New Delhi， 还是 Delhi 哈，遮个所在，看足济足济乞食，满街拢是一挂牛烧来烧去，迄牛就是神啊！吼，啊，问伊甲我解说，伊讲印度人。因为有四种神的关系，啊，甲今仔日这个宗教保护种神制度，啊，所以遐你所看的这个土地、青翠的所的土地，就是那不是贵族，就是荷尔文流物所属的财产。这款的土地本身是神，哦，印度人是万物哦一元论的，所以土地也是神，像咱咧拜土地公同款。奴隶族有时间通建造这款的族。伊袂使打着因个土地，因土地是 earth mother， 土地老母，物匠或者低阶层的这个阶级的人去甲建造，就是物匠地母。我讲好安尼是嘛，安尼恁印度人高是变改，恁都无迄个勇气离开这款个宗教，总是这多宗教咧保护啊，印度人无当吃，建造一挂遮济利益，唔去建造，安尼高是变改，乞食变改。啊，乞丐嘛是真人命，分命不犯罪啦。伊人后出世，看会当做较官阶级，伊即人民阿袂。诶，台湾人，我有即款宿命论哦。即宿命论，那是对印度教来，啊，对佛教来。讲轮回，我甲恁讲吼，轮回即是生出来的，轮回无影无食。无会十日讲啥物，做哪物，吼，要二三十公尺悬，下当要十四级。我直接甲恁讲，迄种无影、迄种神棍的话啦，唔相信你目睭顶下看。啊，若无影的时阵，迄个人爱甲掠来电才会使。啊，都无法子咧，伊安尼乌白讲啊，啊台湾人是乌白信啊，啊就即个玻璃安尼买一挂花柜啊，一卡十来万甲二十万啊，买几堆，啊佫违章建筑、农地，啊甲拆拆咧，啊，即摆政府甲你注意，宗教绝对毋是我讲甚物，啊你着信甚物，那安尼先宗教咁遐简单。咱拢变戆啦，啊无唔对啊！国民党都唔爱让你有这款的宗教式的知识，啊所以用迄个愚民的政策甲你包住，所以台湾人安尼未晓批判，哦，发展过这个批判的。
啊，这个宿命论哦，宿命论的问题是真严重。台湾人的宿命论是，这是命运天定宿命论，这个是天理宿命论。命运天定宿命论就是咱传统有都是八字命，这个八字就是根据大忌、天干地支这个大忌，以及这年月日时，啊，甲男性、女性，啊，甲出世的时间，八字去决定，这是你一生的命运，袂使改变啊，会使改就甲它运。干那运啊，运会当用积功德来改，会当用信用、热心、信心去改，安尼。我甲恁讲，这道是假，唔当信。刷落去，那行为所变，那时间所变哦，就说是变啥？面貌所变，面貌所变。你这个红阿头，这面相，我那决定你的命底，你胡说八道。这安尼老准哦，这安尼老准，面相老准哦，啊这。阿威伯啊，李登辉先生，迄个平时做总统，啊，咱的子弟拢甲带去金融外科，甲金融做阿威伯来面，看伊做总统的，那会，这个面相就真，啊，那袂，迄种假的。啊，所以手相，长相查甫，啊，做性工，长相查某就干办。啊，那恁较简单，那去金融外科，甲用个查某用个面照，看伊安尼会当保护丈夫。一世人啊，拢恩恩爱爱，拢袂离婚，啊，搁袂死一个，拜托，迄拢无影，迄拢无影。啊，这这就是一个问题啊，台湾人信不信邪？啊，搁行为，哦，这个行为说明的问题啊，影响台湾人足大。啊，这个命运天定说明论，搁有先天的哦，我所讲的是先天的面貌、手纹、生辰八字，啊，搁有后天的哦，名字的说明，啊，搁这个机会主义的说明。那要挽留还是收购，你就一支签，叫苗族来给你说明，这是一个心理负担啦哈。啊，讲着好的，就点悠悠；讲着歹，何必再去困你咯？安尼，啊，理由嘛，拢唔敢去佚佗，这叫火天线，这就是说明了。啊，行为说明是不够影响，正规一规正道一道，啊，所以台湾人真容易现金，看会当从西天叫做世界，啊，出新台币来超高，来超高。所以这个问题，咱真值得去思考。其实就是印度有一番的文化背景，才有相信轮回。生命机会只有一遍，这遍的生命机会唔通浪费。所以我足钦佩咱这位国际生，啊，几乎达几乎第五届，伊拢直接读册。听人安尼，虽讲是讲了重复的，伊嘛安尼真足的听。善用生命嘛，安尼对。哦，所以这个。伊穿甲足水，我感觉值得，值得。因为这个生命的年龄层吼，不管少年还是老，拢足水，拢足水。社会就是有较侪老人，这个社会才会健康。哦，哪拢少年的这个社会，哦，所以这个是就是善用生命的一个课题。所以唔通相信轮回啦，啊，若要做命运的主人，你就爱。唔通相信算命、宿命，哦，若要相信，要做时间的主人，唔通看这看时；要做土地主人，唔通看风水，风水拢无影。我本身就是啊，我战争中爸母拢做一捆拢去了了，还未看到终结。日本安尼结束伊，还未终结，就缩开啊，就恶性马拉利亚两个死死，刷落去我的妈，我的三姐，拢总先煞死死。一个手所挖过的人拢无伫，所以我有阿婆抓到安怎信耶稣是安心。有风水无？有望无？正路要去找，无甲一个士大人会望找着，因为无迄个石头，哦，石碑做伊墓碑，拢用茶，凊彩一支茶擦，写啥物人的名，拢有回去香茶香了了。敢若剩一份台南市我的公的墓，我最近安去。中央大学教书，甲叫我弟仔来，或者一寡钱讲这个风水，这大门咧都无较早咧，哦，干脆去问问。风水老爷，我绝对七三六撇，老爸也无望，老母也无望，叔也无望，妈也无望，干那尊敬无望，有啥物路用？佮无我的名，我今年已经七十四岁啊咧，我是上细汉的囡仔咧，干那有我的两个兄哥的名，啊，一个袂进要七岁，等咱五样死死。啊，一个三九岁去自杀，迄有啥路用？啊，老爸迄个是有钱啊，
查甫的大兄自杀，迄个是谢仪嘛？迄三，啊，叫啥？小三。小三，小三的囝，啊，就是阮拢足好，拢足好。啊，查某拢无命，风水哪有命？无影无食。风水哪有影？我得甲饲三落去。啊，就是也袂歹个啦。啊，所以这问题吼，真值得咱去思考。后来，那倒转来这个寺庙的功能，寺庙功能吼。有真侪政治功能，我已经用这个主教的公主庙来讲起，有教育功能，庙内拢古早时代无学校，无小学，无用迄日本时代讲，日本人来讲，提倡教育，啊，庙内拢做一挂学校，啊，主人啊，较有钱，有师傅啊，啊，请先生来教书，伊有教育功能，有经济功能，庙口啊，所以拢是咧，拢是咧做生意。有交易功能，有捌足侪民间故事吼。当时咧做民俗调查的时候，足侪民间故事足趣味的，拢伫民俗调查的时候听这乌鸡山，吼，像咱这位老兄哥讲的哦，吼，讲到我安尼南巴岛安尼，到即摆还会记得。我简单讲一个互恁听过，这个民间故事无疑吼，非常无彩。啊，因吼，因对这个拢有迄个历史背景，啊，拢有迄个时代背景伫个。像讲一边安尼去庙里，啊咧做一个历史调查的时，啊一个，我去上过来，少年，我讲一个故事互你听，安尼，啊你着分请我，因为我袂晓食饭啦，有当时拢规包送，你若无台湾人吼是真可爱。哦，伊安尼，你若安尼拍一个 camera set， 随随便便乌白共翕相，人会惊讲你这是国民党派来照的啊，毋是？哦，啊你若就是部分哦，伊讲照的啊，就袂安尼生啊。啊，这大概是朋友、读册人，啊伊就安尼，第一遍、第二遍、第三遍都足熟悉啊，什么话拢甲你讲。哦，像这笑过，讲互大家听。哦，啊，可能恁有诶毋捌听。伊讲有一个书生，哦，毋是有一个书生去找头路。就是一个好野人的厝，啊，这个好野人一个囝，无一个教育啊先生教法的，因为真高贵、真了不起，但是真聪明。啊，这个书生去应征，啊，官位甲请，但是一个条件，你袂使随便带我的囝出去外口，看东看西，因为外口安尼空气也歹，啊，啥物拢受污染，干来咱带来恁好，我教我的囝读册。后来，这个老师到伊个家庭时，开始了解这个囡仔。啊，这个老师真聪明，我讲，哎，这个囡仔是真聪明啊，天分真好啊。伊唔捌打出这个家门，这唔对啊，唔对啊。啊，所以就去建立一个关系，讲关系关系。啊，你给我一条，我要带你个囝出去外头看到底。啊，咱所徛去这个市场附近是做啥物款？我袂使你啦，啊，会受真侪方面的污染。哦，伊好我教者，就是讲，若安尼先，我要死头路，我唔叫你教。哈，啊，这个王国的师祖的先生安尼，因为这个教怪学生拢安尼，教袂好势。结局王国最后败，安尼好，哦，这是一个真趣味的民间故事，先在讲给咱听。啊，这个。囡仔过日，这个老师就带这个囡仔出门。但是第一个印象，这个囡仔看到是啥物？哦，咱伫遮呢，我呢照这个民间故事的趣味吼，咱伫遮呢坦白讲啦吼，老女士滴嘞吼，啊，现在老较无文雅，请恁多多包涵。这个囡仔第一遍看，就看见狗，两只一只公，差不多成关系啦，成狗。啊，身高当然高啊，两粒头，啊，煞变作八只脚嘞。即个人问老师，啊，咱厝个狗一粒头四只脚，啊，咱迄只狗是咧创啥？那两粒头八只脚。即、这个老师哪甲讲？啊，迄时咧，台湾咧有一句话叫做“狗烧蛋”，哪个听？啊，哦，足粗鲁。伊讲啊，这个学生，这是。喜相逢，喜相逢，文雅啊，文雅，喜相逢。后来，即马这个囡仔就较记诶，
以上。后来佫行到伫路边，看一群牛屎，牛屎内面伫叮当，一只牛屎伫伫遐，伫门口，老师，迄只叮当，迄只乌乌，迄是啥物？这个老师若甲讲牛屎骨，这无这真无分啊！当时真八卦嘛，伊讲迄只叫做铁甲虫，铁甲虫，铁甲虫就是牛屎骨了，讲味道，铁甲虫，伊仔着去，佫行到田边，看伊一个农夫在打肥，啊打肥，味是足无好，打肥硬缠人家去，伊讲问这个老师，迄个农。迄个农夫担的是啥物？伊若甲讲是咧担肥担屎，嘛无问啊。伊讲迄个农夫所担是两头石。最后行到市门口，呼呼变变叫，大家提桶啊在泼水，火烧厝嘛，啊火烧厝嘛。啊，这个囡仔就甲问老师，迄是咧做啥？伊若甲讲火烧厝嘛，真粗鲁啊，伊讲万东红。啊，其实伊嘛知影，这个故事你捌听过无？捌吼，对，安尼真好。已经无伊啊，你得阁继续流传。继续转来了后，回作业，继续做回作业。这个聪明囡仔安那做诗呢？一夹起来马上做好，作业做好，等咱这个，伊用老师用先生吼做题吼做主题去做。先生书庙喜上红，所生之主铁甲虫，西姑西姑，每日所食两头酒，吃啦拢吃晒，一年三次万东红，一年三遍火烧厝，你真聪明。这就是民间故事啦，啊，这个民间故事咱平时无法度通听，只有是伫迄、那个。庙口啦，庙口去听，所以庙是一个有交流的功能，迄个 communication fellowship， 足可惜即马拢无咧，即马老人较侪拢伫文化中心或者庙口咧，吼，这真可惜。我听足侪哦，足新鲜，要笑到你咱妈肚子。啊，即国际上你若有啥物好的故事，你着传咧。啊，日本歌嘛着唱王家叫来做诶，啊。摸塔罗山，摸塔罗山，迄外好嘞！对，迄嘛是一个日本的新车吼，这个新车的功能。哦，够厉害，够厉害！啊，所以，对，这个吼，拢总是这个庙宇的重要性。当然啦，台湾的社会是一个多心主义的社会。啊，上不幸的，我因为两点钟的时间实在是无法度通讲甲真完整。我有提几个祭奠的类型，来，即摆讲到这个祭奠的类型，咱若后休困了后点钟专门拢看这个，原来是用幻灯片翕的，这拢二十几年前做的。有三款的祭奠类型，第一款是名神赛会员的祭奠。台湾的祭奠有名神就赛会，台湾的名神赛会上出名的拢唔是伫北部，拢是中南部。恁若有机会吼，伫台中公司客家上北搭，你嘛是写拢伊是足嗨哈，一款是国民党影响，啊，迄个雄元剑甲。一款的上北搭，但是讲的故乡是北搭嘛。迄、那个祭奠百几尊，什么顶头你拢看得到。所以你若爱做这个民俗研究，学家朱志强，古历的三月间，哦，三月十四、十五迄款，啊，但是公司绝对拢看得到。哦，迄是一个画文化财，台湾人的画的文化财。第二款的类型是王尊祭。哦，伊祭奠的最高峰 climax 就是烧王尊，哦，对车王开始甲烧王尊。台湾第一水、第一大只的王尊就是东港，
单杠原来是有几尊二三十尊，即卖进步到有哪百几尊。比只船的材料拢上好，伊的雕刻，也非常好，拢起拢起哦，做甲足水，伊的雕刻，全台湾上真材实料的王船，做起来再甲摆起来，叫做王船大爷，就是单杠，三年一遍的做旧。第二大只的，但是一半安尼较野面的，无做甲柴遐好的，就是家丁，家丁。过来较细只，有哪算会到的，就是西江啊，西江有哪三米一片，西江啊，原来是马祖庙，即摆唔知哪变王爷庙，西江啊也是，满刀也是，即个比外较准个，即叫做王船的祭典，即甲王爷的崇拜有关的。王爷原来就是大天顺寿，迄是四方。有官加官，有富加富，一款的神明，对中国南方流来，偏我流上济，王爷原来是基本定数，未使有庙的咯，你是大天顺寿，那是四方，安尼，因为伊是 wandering ghost， 幽魂啊，高级的幽魂，因为官阶真高，来台湾了后，出个登记发起来，讲伊安尼伤忝啊。啊，所在拢去啊！台湾是一个报道营造，啊，单机讲的话，啊，人就甲起了。所以偏湖足侪王爷庙，西南部台湾足侪王爷庙，王爷庙叫做大天府，啊，看到大天府就即是王爷庙。啊，王爷有百几姓哦，啊，伊目睭拢看，因为伊是乡士的嘛，不是神将士，所以目睭拢敢若倒地间安尼报道，啊。恁若要辨别王爷的雕刻，真简单，伊的脚拢打两只狮，打两只狮，那就是王爷。后红水手，后白水手，后乌面，后暗面，后迄边安尼背面，一大堆，看伊安那刻拢有。水的王爷有三十一种，是最古稀，还有半王子。玉帝王爷毋是叫做王爷，叫做王公。假是王公，甲顶下咱放伊伫玉帝王爷，假是王公的老爹，嘛是三年一变，伫临汾的电子川。啊，所以即款王公王爷二贵的祭典，台湾非常的严肃，因为搞破病嘛，啊破病，医病的人看伊以外，就是当医就是法师嘛，拢派药，画符派药嘛，所以无形中即款的信仰就呈现哦。第三类型的祭典，台湾。就是地公祭典，地公比赛祭典。啊，这个祭典哦，上第一，上第一先讲的一个地公的祭典，是客庄的新埔移民庙。这个河洛人的也有，像讲正月初六，伊这个三甲祖师庙啊用地公，但是伊的地公对人袂对啊。客庄哦，唔是哦，客庄以前十四庄哦，十四年才留一庄，家家拢抬低，大只细只拢不管，但是特别有迄千几斤的大只，大只甲羊啊，羊甲水，迄个做比赛。啊，所以每年的七月二十，你若爱知这个客庄的这个移民的祭典，请你去新埔看，但是甲调查看到底今年轮到对生，伊个势力是非常的大。所以这个移民的祭典绝对不是对中国来的，是本土发生的。移民的三先安那来？清光绪五十一年、五十二年、五十三年，台湾这个清朝时代上大的革命运动，林松文。这个运动若卖有福康安来，台湾已经独立建国，清朝管袂着。这上大的哦，这个、林松文是彰化，彰化一边的人。啊，就清朝的官员、贪官污吏啊，挡袂牢啊！啊，白宫一寡遮，或者洪门天地会人吼，啊，起义真成功，敢若阵古城拍无一面来，出来拢装起了。所以恁今仔若到这个台南市的赤崁楼，看见赤崁楼的墙啊边有高地古碑，这个古碑的顶面有写原文，原作的原文甲汉文。做伙，有安尼，迄就是纪念福康安的功劳。所以清朝时代，毋捌有一位太子，敢若来到台湾，敢若独国一个王子，清乾隆的小弟福康安到台湾，
带30万大军，你不得了啊！哦，迄阵啊，唔知在要行外久咧。啊，迄个时阵，客人攻占林松门，哦，林松门坚定北坡，这个革命领导有功正死的，就甲封清天龙、甲封热保中的移民。所以安尼是产生一个客人感觉真光荣的宗教信仰者。这件事，客人的一个朋友就是。批评的先生学生叫做魏廷条，你捌未？魏廷朝，魏廷条先生伊还未过身进前，伊有写一篇文章批评这个移民的制度。伊讲客人伫台湾人争取独立自主，伊说客人不应该帮衬清朝的官府，对啦，应该爱无力拒绝，你嘛卖参加伊个军队来对抗这部落人。你独立就好嘛，就是你计较帮衬这个福康安，还台湾所袂当独立，这边民众出来袂得啦。啊，一个民进党，这林光华捌做过这个新竹县长，哦，气到就是因为伊是浙江庙的历史主席啦，历史主席。啊，不过有一个贡献，就是蒋经国捌起看浙江庙的时，他起一个纪念啊，起一个纪念，伊这是足无路用的。写一个什蒋经国遗林，什么什么遗林庙，安尼进香，我得甲起一个代理照片。那进香有甲，伊有甲建议了后，林光后将伊拆掉，干安尼。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吼。国公安编编这林松文这个事件，就代表一个重要性的代历史，历史。所以清朝官方是嘛，咁个影响，就是台湾人的罪人啊，就是安尼。伊是林松文，这是英雄啊！他用这个哦，先家为王，败家为寇，啊，就讲一民个拢个手法，这款的手法其实是做唔到。哦，所以这是这个低功型的祭奠，第四类型的祭奠是宴会型的祭奠。这宴会型，这个上典型的就是伫市内，哦，台北市伫这个华侨亭下海城隍的祭奠。三点波哦，诶，这个各种的大祭典，因为政府禁止你安尼，安尼迎神赛会，爱甘要互你安一个迎神赛。